吃了一下去那个香味，很香啦。这第一口吃下去是满满那个油香，整块滑进去，差点要直接吞下去。完蛋，它开始喷油了。那个蒜香跟牛排起了那种合体的作用，然后牛排的鲜味更低了。然后我们来吃这个真实级的。给你们看我今天的战袍，士林局大厨，可以帮我跟小当家哪个角色合体吗？没问题。先给你们稍微看一下，就是各种肉，等一下要做一个比较，我去把头洗一下就来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们今天还要搭配这个葡萄酒，这个是南非庄园产地的。说是 burger carpet 这个 budget， 其实工厂笑喂。我们今天准备了这个四种不同部位的这个肉，牛肉的话是这个，这是菲力，然后这个是牛小排，然后这个是沙拉，然后还有最高级的是这个日本的鹿儿岛的 A5 纯种和牛，这还没打开包装就闻到一股浓的油香。鹿儿岛加上那长长的形状，我懂了，有股屌香。鹿儿岛 X100 阿基米的牛肉长那样，因为比较穷，没办法吃大块的了，体谅一下。全种的鹿儿岛真的第一次见识到。鹿儿岛 ，OK， 的鹅岛。好了，那我们准备开始了。我们先把锅子热一下。这是我们牛小白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这是我们牛小白。牛小白它是在那个牛肋骨那边，它算是油花分布比较多的。还是110。我觉得你可以去脸书直播，就分享。哦，这个一下去那个香味，牛妈都被你切了野生的牙，很香啦。这个牛小白应该稍微久一点，表皮要焦脆焦脆，不要太生。来。欢乐祥吃，你看就是这样，有没有？你那块连表皮要这样子，不够吃，这样才好吃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们把它分三块，配不同的好了。先用最普通的盐，这个喜马拉雅山的玫瑰盐。今天第一口，来。这第一口吃下去是满满那个油香，然后搭配上淡淡的盐味，一吃下去很舒服，很滑，整块滑进去，差点要直接吞下去。但是咬到后面筋稍微有一点多，再吃下一块看看。然后这次我们搭配这个厉害了，这是我们顶级的黑松露盐，好浓的松味啊，狠狠的松一波哎，很松啊。来啊，松露味的哦，真的不一样哎，它吃下去会有那种味道变得更醇厚。上一块是只有那种满满的油香，这个多了一种松露的香气，跟那个牛油交织在一起，就是那种水乳交融的感觉。我们再换第三口，这个是我们的夏季松露菌菇酱，来。这个我觉得没有很搭呢，因为它那个松露酱单吃是好吃，只是跟那个牛肉没有很搭起来，没有靠那个盐的那个鲜味提出那个牛肉的香气加倍爽。不然等一下看看跟别的肉是不是很搭。我们现在换一块肉，菲力牛排，菲力牛排这个牛排难吃吗？毕竟它这么瘦。哇，这个更香哎，这个比牛小排更香，因为它的那个油花更多。完蛋。它开始喷油了！平淡的创意，却企图以华丽的表演来掩饰，你应该感到惭愧。哇，就是这个，你看，这个焦香焦香的，这个才对。哦，这稍微有一点点超过了。
但是稍微点掉好吃，差不多可以放奶油了。奶油加一点蒜片好了，好不好？蒜片下去弄增加一点蒜味。哦，这一块很棒，这一块很棒。蒜片在锅子里面再弄一下，牛排可以拿起来了。然后这个薄薄的，这样里面一定有熟。来了，我们一样，好不好？这个松露盐的。吃起来口感真的差很多，刚刚吃的那个牛小排差很多，因为牛小排就是它肉比较松散，然后有一些筋，还有一些油花，它整个就是肉很快就散开来，这个它肉就比较偏紧实。橘子安安上榜被你，我们再配一个那个，搭配一个蒜片，那个蒜香跟牛排起的那种合理的作用。然后牛排的鲜味更浓。看你吃的那么辛苦，就不要再吃了，很惨的样子。没有辛苦，难得吃到这么优的，平常也吃不起这么好的，很兴奋。来，再吃一块，这是我们沾那个松露酱。它这个搭配的松露菌菇酱，吃起来比那个蘸牛小排好吃哎。因为它这个肉比较紧实，配菌菇和那个松露酱可以稍微综合一下，吃起来是比那个就是牛小排好吃。哇，今天准备太多了，我快吃不下了。还有干贝呢，干贝没吃，不然我们先测一下干贝好了。干贝两颗，一颗是这个美国干贝，一颗是这个日本生食级的。我今天是第一次感觉到我真的很油腻，今天是真的很油腻。美国干贝先下，再来是这个日本生食级的，我加一点点奶油，哪有啊，还没了，反正是奶油的颜色啦，那不是焦啦，是不是不会煮饭啊？是不是不会煮饭？奶油预热就会这样啦，奶油跟一般的油它变色的程度不一样啦，感觉可以的，感觉可以的。我刚去问我爸说要不要吃，他说好。我先帮爸爸上菜，就帮爸爸上一粒大的，一粒小的。等我一下。Five minutes later。来，先吃这个小的，小的就一口一口嘟。哇，这个。这个不太行，好像吃橡皮糖一样，这个真的不太行。那我们来吃这个真实级的，大小就不一样了，好不好？一口吞的，所谓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鲜味啊，满满的鲜味，真的完全不一样，它里面完全没有腥味，还很软嫩。亚菊，你到底在演什么东西？我完全看不懂。我不演戏，不演戏的。我马上问，马上给你答案。Ten seconds later， 我打开房门出去，完全空的，整个餐厅都是空的。我想说，怎么了吗？我过去看。盘子上已经没东西了，我想说啊，那要不要敲敲门问问看我爸的评价？结果我一低头看一下，别问了，我看到直接盘子上就两条舌头印，直接鲜到要演的，我根本不用问，盘子就是回答。不要再骗了，假装给爸吃，其实全部自己吃光。你说我这样端出去一开门，假装要给爸爸，然后这样地赶快吃掉，要减肥怕被你们看到，不好意思直接吃是不是？我们直接进主角好不好？鹿儿岛 A5 纯种和牛，就是小小一块，但是贵到靠背的这个，好不好？带你们去日本，准备用我们这个 A5 纯种和牛搭配我们南非庄园的葡萄酒，然后接下来就正面品测环节，好不好？来，好杯啊！